野樱花开啊，阔时来，又到了一年一度傈僳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阔时节了。那我现在呢是位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怒江西岸，今天呢我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和咱们的傈僳同胞感受咱们最原始最原生态的阔时节。阔时呢是傈僳语的译音，岁首之意，相当于汉族的春节，延续至今已有千年历史。阔时节呢一般在农历十二月初五到第二年正月初十这段时间内，前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嘎起我那啥娃嘞，那啥娃啥啥嘛不啊，就说读了花开嘞。做后腿你跟他做有吗？洗后腿你跟他都做吗？从后腿你跟他往后说，从后腿你跟他往后说，是后面把谁的那么子话不装的嘛，都几乎丢的啥。杀杀些提口跟他提蒙米拉呢，提哈跟他提蒙米拉呢，口嘛提口蒙米拉呢，什么提你跟他米生的，老母提你跟他米生的，我能出租提提下来提提口跟他提蒙米拉，我提哈跟他提蒙米拉。阿瓜次次你吃吃那经过了咱们一早上的忙碌啊，就有了我们眼前的这一些美酒和佳肴。那相信呢，我们傈僳的阔时节一定会越来越热闹。而且呢，我们傈僳阔时节呀，不仅是品尝我们的劳动成果，更是我们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重要节日。相信傈僳阔时节一定会办得越来越好，世代相传的。一般到这个时候啊，一家老小都该团聚在一块儿来吃团年饭了。时节除了家家户户插青松、杀猪、冲粑粑、熬酒之外，还会举行打秋千、射弩比赛、文艺演出的，其中还有上刀山下火海表演，锋利的钢刀牢牢地拴在两个杆子上，扎成一把刀梯，在平地上固定好，赤脚的傈僳汉子便脚踏钢刀，一步一步爬上刀梯顶端，在上面表演各种动作。晚上他们便在地上堆出一片烧得通红的木炭，赤着脚从熊熊炭火上不紧不慢地跳来跳去，看着傈僳同胞上刀山下火海，除了感到心惊肉跳外，更多的还是被他们的勇敢所折服。